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甲组第五轮的赛事。我们今天的辩题是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弊大于利。这一场正方的同学是圣公会吕明才中学的同学，反方是崇真书院的同学。咁等我介绍下啦，双方嘅辩员啦。正方嘅主辩系邱思伟同学，一副系谢明娟同学，二副系林卓轩同学，结辩系钟卓彤同学。好，到反方开辩系林轩同学，一副咧系黄咏林同学，认下个样先系啦。二副咧就系谢卓亨同学，结辩陈卓谦同学。好，好高兴咧！我哋今日咧系有三位评判啦，帮我哋赛事系评分嘅。佢哋首先咧就系喇沙书院辩论队顾问陈陶善先生，多谢你抽空。大家好，大家好。第二位咧就系坚乐中学辩论队负责老师潘俊贤老师潘 Sir， 唔该晒。好。咁另外第三位就系我自己啦。咁我以前系传媒人嚟嘅，咁我而家咧系一个沟通顾问，我嘅名咧叫黄杰维，咁啊多多指教。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就正式开始咧今日嘅比赛啦。首先咧系请正方嘅主辩同学系有四分钟嘅时间嘅。今天的辩题是选秀节目对青少年的影响弊大于利。思维辩题关键字眼作界定，选秀顾名思义就是选拔优秀人才，在世界各地的不同范畴都有，例如美国超级模特儿、职业篮球联赛 NBA、 英国之星、环球小姐等等。不过会将选秀过程拍摄成一系列的节目，乃至于比较广泛地影响青少年的，就莫过于是由韩国兴起，在中国大热，现在连香港都有拍的选秀节目。这些节目的参赛者年龄介乎10至22岁，他们在节目里面接受歌舞戏剧等等的训练，然后再进行演出，再有评判或者票选决定出胜利者，赢出比赛的人就有机会出道成为艺人。跟住落嚟是青少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青少年是10至19岁的阶段。这个阶段有什么特别呢？卫生署就列出了青少年的7大心理特征。第一，注重自我形象；第二，寻求独立自主；第三，重视朋辈的认同；第四，对新事物感到好奇，勇于冒险尝试；第五，充满理想和幻想；第六，感情丰富，情绪易波动；以及第七，对性感到困惑。而香港教育局就将青少年的这些阶段划分了7个重要指标，分别是：第一，与不同年龄的人建立关系；第二，接纳自己；第三，学习和准备就业；第四，培养独立；第五，建立价值和道德观念；第六，培养对社会负责的行为；以及第七，准备建立长久亲密的关系。我方支持辩题是基于选秀节目令青少年的发展偏离，甚至是以上的指标背道而驰。以下会从两方面作出分析。首先是选秀节目的参赛者方面，选秀节目因为需要拍摄的时间 是由他训练至到演出的过程，所以会比一般节目长，动辄就需要几个月。以中国选秀节目创造101为例，拍摄期是3个月，与此同时每一日的拍摄时间也都是很长。例如创造营、偶像练习生这些节目，感参赛者在训练和演出的时间之外，在宿舍的日常生活也都要拍摄，故此参赛者很多时候都要休学辞职，甚至是缺席高考。而以上的现象明显就是偏离了青少年发展的第三大指标，学习和准备就业。能够在选秀节目胜出和出道成为艺人的人只是有极少数。以创造101为例，有13778名的参赛者，最终只有9名的胜利者。落选的人无疑会错失升学和就业的机会，窒碍了青少年的未来发展。其次就是参赛
者的支持者方面，选秀节目是他们的支持者看完节目之后同样会受到影响。选秀节目为了符合明星对外表都有严格的要求，例如中国新秀传媒公司就要求女参赛者的身高要在1.6至1.78米之内，男仔要在1.7至1.9米之内，女参赛者的体重要在60公斤以下，男仔要在75公斤以下。青少年的心理特征正正是注重自我形象和朋辈的认同，受到节目潜移默化就会影响他们的价值观。朝鲜日报是2017年报道，首尔中学生仿效 Produce 101为同学的外表评分甚至是作出排名，而排名较好的同学呢就会被贬低。由此可见，这种风气是违反了七大指标入面的接纳自己和建立价值和道德观念。基于以上各点，今天的辩题绝对成立，多谢各位。正方开辩所用时间4分01秒，没有过时，无需扣分。现在请反方的主辩同学了。丁评判主席有方同学入座，在各位大家好。听完有方同学4分钟开辩，原来发现有方其实不只是反对紧选秀节目，因为有方同学所提出的弊处，其实系任何节目都会存在。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系咪青少年参与任何嘅节目都系弊大于利咧？要讨论辩题，首先要了解辩题中嘅关键字眼。第一，选秀节目。以往要投身娱乐产业，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报考演艺学院，但时移世易，要做明星、要做演员的方法多不胜数。而辩题讨论的选秀节目就是其中一个最热门的方法。纵观演艺界，不少的偶像明星都是由选秀节目那里出身，例如歌手许廷铿、林欣彤由超级巨星出道，热门组合 Mirror 由全民造星出身，甚至大家耳熟能详的陈奕迅、何韵诗、梅艳芳都是由选秀节目 TVBN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比赛出身。由此可见，选秀节目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第二，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18至24岁的青少年正处于自我形象建立的时期，容易模仿他人行为，因此有方同学要正立辩题，就必须要论证选秀节目不利于青少年建立自我，否则辩题理应不成立，原因有二。第一，提供自我实现的途径。一直以来，社会较重视青少年的学术成就，忽略了其他范畴的才能，令到不少热爱表演、希望投身娱乐行业的青少年被埋没。而选秀节目正正就为青少年提供了实现梦想的途径，给予青少年多元出路的选择。再者，选秀节目强调人人参与，不论年龄、背景、样貌都可以成为偶像，令到更加多的青少年可以实现自己梦想。以全美一丁为例，16岁的魔术师 Collins Key 参与节目之后，就在魔术界那里打响名堂，实现了成为全职魔术师的梦想。除此之外，根据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研究所就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所做的研究，曾经参与节目的受访者表示，参与比赛的最大收获就可以实现自己真正的志愿，重新发现并认识自己。由此可见，在参与选秀节目的过程中，青少年可以累积经验，发掘自身才华，即使最后都未能于选秀节目那里胜出，依然都获益良多。访问有方同学，如果没有选秀节目的出现，青少年有什么其他的途径可以实现自己目标呢？第二，学习偶像正面行为。选秀节目另一大特色就是节目结束之后就会为娱乐产业带来大量新血。以香港著名选秀节目全民造星为例，参加者和青少年的相约，相约即是年龄和背景，即是青少年可以令到青少年更加去崇拜选秀节目偶像，更加会模仿偶像正面行为，例如努力追求梦想、参与慈善活动等等。以12人男团组合 Mirror 为例，早前出席新人在人协会义卖曲奇活动，努力呼吁现场粉丝支持筹款，歌迷一呼百应，为 有需要的人筹得善款。访问有方同学，没了这些在选秀节目出道的偶像去影响青少年，青少年是不是少了一个学习的对象呢？就想问有方同学，对青少年而言，究竟实现自我重不重要呢？如果重要的话，选秀节目协助青少年达到目标，是不是反而不利其成长呢？多谢各位。反方开辩所用时间3分24秒。好，跟住咧就到台上发问嘅环节啦。发问嘅人有1分钟，准备时间有1分钟，回应嘅人咧都有1分钟嘅。咁啊，根据发问嘅次序啦，咁啊，而家首先咧就系正方嘅发问嘅，
評判請留意啦，喺反方嗰度咧，比分係先俾反方答問題嘅。請正方派一位台上嘅代表發問。試麥試麥。請問你位置係？一副。丁。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我哋想問一下，即係頭先有方同學佢哋講到啦，青少年嘅年紀係18至24歲啦。請問呢個資料嘅來源喺邊度？多謝各位。一分鐘準備時間，丁。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主辯。準備好講，丁。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及在座各位大家好，多謝有方同學的提問。但其實我方一直都沒有講過話青少年只是在18至24歲，只是話18至24歲的青少年是特別會正係處於正正就係特別會處於呢個自我形象建立的時期，所以請有方同學唔好再問劉士婷，多謝各位。好，而家咧請反方的同學咧係出嚟提問嘅。反方請派出代表。應該是反方的二副同學。可以。丁。評判主席、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正如我方主辯所講，選秀節目是青少年投身娛樂行業實現自己夢想的一個方法。那今天有方反對選秀節目的存在，是不是覺得青少年是不需要實現自己的目標，還是覺得是選秀節目是根本是毫無用處呢？一分钟准备时间，而家开始。丁，准备时间结束，请正方的主辩同学，可以吗？可以。丁，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啦，咁都好多谢有方同学嘅提问。我哋系觉得选秀节目佢当然系有益处啦，只不过我哋系觉得佢系弊处大于利处，因为每一個其實而家大部分嘅選秀節目都已經係有內定嘅，例如《偶像學校》啊，佢呢個節目入面嘅製作人金某，佢已經承認咗，佢喺2017年7月20日公布嘅33名首選嘅排名嘅人，同埋9月22日公布嘅有3位嘅人，其實佢本身係冇進入到排名嘅人選，所以我覺得。而家有好多嘅參賽者，佢哋淨係追緊佢哋自己嘅幻影，因為好多嘅支持者，好多嘅參賽者，佢哋其實一入咗嗰個選秀節目就已經勝利咗，其他嘅落選者再咁努力都係冇用嘅，呢一點都係違反咗7大指標入面嘅。好，停啦，時間已經夠啦，去到違反7大指標。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係到翻台上嘅時間，請正方一副。你是有3分鐘的時間的，可以。丁，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剛才有方同學咧開辯一出到嚟咧，就講咗好多嘅明星，佢哋係有選秀節目出身啦，亦都講到好多選秀節目嘅好處啦。咁我哋當然係承認有呢啲好處，但係我哋應該要比較嘅係咩咧？比較嘅係佢哋嘅弊處係大過於利處啊嘛。咁首先咧，頭先咧有方同學咧犯咗一個錯，好重要錯誤咧，就係佢哋講青少年嘅定義啦。頭先咧我就問咗佢哋嘅資料來源喺邊度咧，就話18至24歲，佢哋點答嘅？佢哋就講話呢個年紀嘅青少年係比較特別啲嘅啫，但係佢哋係完全冇講到青少年究竟係幾多歲。但係我哋開邊稿咧就有講到啦，我哋開邊稿係講咩啊？我哋講係世界衞生組織佢哋俾出嚟嘅標準，佢哋嘅定義係青少年係10至19歲，我哋係攞緊國際嘅標準去講嘢嘅。而且頭先咧，有分學咧，佢係講咗咁多啦，完全係冇講到青少年發展嘅標準係咩個。但係我哋嘅開邊稿都亦都好清晰咁去講到啦，就係用7大指標去講啦。而且頭先啊，有分學咧又講到話，這個嘅選秀節目係會令到嗰啲青少年係會實現到夢想啦，又話啲樣貌啊、努力啊都可以喺呢個節目中發揮出嚟啦。咁其實咧，現時有好多嘅選秀節目，佢哋係點啊？都係由觀眾喺網上去投票選出嚟。但係事實上咧，這個比賽係咪真係咁公平、公正、公開？頭先我哋嘅開邊都已經回答咗一條問題，就係關於嗰個偶像學院，佢哋都係有內定嘅呢一個現象啦。咁我而家再俾多出兩個例子啦。咁就首先係創造101啦，佢係內地嘅一個選秀節目嚟嘅，佢都係。被爆是由資本承包了，是出道名單早就有安排，因為觀眾的投票渠道是不止一種兩種的，他們每個人投票的
票數都係唔一樣，就例如話係普通嘅騰訊用戶，佢只可以投11票嘅每日，但係如果你用錢開咗貴賓會員之後係點啊？係可以投121票喎、哦。而原創嘅韓國大型選秀節目 Produce 佢都嘅嗰、那個製作人咧，佢都係承認咗投票結果係造假嘅事實。以上嘅情況簡單啲嚟講，咪就係邊個選秀啊？佢嘅粉絲同埋公司有錢啲，邊個咪可以出道咯？你再努力都冇用嘅，因為內定。早就已經有內定咗啦，有黑幕啊嘛。當然我哋係會承認選秀節目係有離處嘅，例如話頭先有分學都講到咗，係有好多明星佢就去捐款啊，去幫人啊。但係我哋要睇翻個辯題，呢、這個係咪關呢個節目事咧？其實唔關喎，完全係嗰啲明星自發去捐款嘅啫，佢哋根本係唔關呢個選秀節目事啦。就算選秀節目唔存在，但係那些明星依然是可以去做善事，所以究竟我又想問有方同學，究竟有多少青少年是真的受到選秀節目，然後才會去即係有多少青少年是受到節目的影響，然後就去了做善事呢？叮叮，最後我就想問有方同學，怎樣可以確保在這種這麼普遍的不公平的現象之下，令到班有實力但是一直出不到道的選手和他們的支持者可以保持正確的價值和道德觀呢？多謝各位。正方一副，所用時間3分14秒，無過時無需扣分。好了，跟住到反方的一副同學。反方一副。試麥試麥。可以嗎？听到？唔好噏低，听到就听到噶啦。你讲多次。听到？可以。是咪是咪？可以吗？可以。丁。评判主席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听完有方同学主辩一副嘅发言，唔难发现有方支持辩题都系得以下几个原因。第一，有方举出少数例子，想论证喺选秀节目唔努力就可以成功。但事實上，絕大部分選秀節目都會制定嚴謹的賽制和具備相同專業背景的評判，不努力的人只會被淘汰。反問有方有什麼不努力都成功的例子呢？第二，剛剛有方和我們指出的很多例子都指明說，其實有大部分的選秀節目都已經是公司內定了，根本上參賽者無論多努力，其實已經個賽果已經決定了，但係有方舉出的都只係少數例子啦。再比翻出嚟咧，全民造星啊，全民造星佢呢個節目，佢根本就冇有造假呢樣嘢，反而有方舉出更多嘅例子。第三，有方同學質疑我方舉出的是少數例子，但事實上，即使在選秀節目中落敗的人，依然會獲得賞識和機會。而於全民造星三落敗的雲浩影節目完結後，都坦然受多間唱片公司邀請成為旗下歌手，更接到不少的廣告，例如男子組合 ERA 四名成員都在選秀節目落敗，甚至20強不入，都成功獲得出道機會。反問有方，是不是以上所有例子都是少數呢？在座各位要審視今天的辯題，可以由以下兩個持份者出發。第一，參加選秀節目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最重要的就是尋找自我，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实现梦想。而选秀节目正正达到以上目标，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传播学院新闻学系研究所在2010年访问了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的参与者，受访者都表示在心理层面上不单止自我成长了，还获得机会实现梦想。其中一位受访者更表示，参加比赛最大的收获就是确定自己真正的志愿，就是和音乐相关的工作。原本只是希望参加比赛当作一种经验和挑战，之后就会回到本身工作领域，但参加比赛令参加者接触更多前辈和评审，亦令参加者重新思考人生。由此可见，对于青少年参加者而言，选秀节目能够提供实现梦想的机会。第二，观看选秀节目的青少年观众，无可否认，青少年就是选秀节目最主要的观众群。以全民造星为例，节目强调参与者的努力和成长，过程中青少年观众可以学习到参加者的正面行为，如何努力追求梦想等。
係咪遊放？係咪實現自我、模仿偶像，都係不利青少年嘅個人成長呢？多謝各位。我用時間2分52秒嘅反一，係冇過時，無需扣分。而家請正方嘅二副同學。好，可以嗎？可以。叮。主持評判座嘅大家好，嚟到二副呢個位，其實我哋唔難發現今日有方同學犯咗幾大錯誤。第一，定義錯。有方同學口中所講嘅定義就係18至24歲，但係細佬同學留意翻，18至24歲並唔係青少年，而係青年嘅定義。青少年嘅定義應該係10至19歲。我哋睇翻而家大部分嘅選秀節目，參賽者嘅門檻都係由10至19歲，所以如果將門檻定喺呢個18至20歲嘅話，就無免。就無謂太狹窄啦，所以有方同學今日所講嘅論點係唔成立噶。其次就係佢哋論點都出咗好大嘅錯。第一，有方同學就話到參加選秀節目可以追夢啦，但係實根本就唔成立。有方同學就舉出咗好多選秀節目嘅例子，就譬如啊全民造星或者全美一丁啦。但留意翻啲選秀節目嘅參賽者係咪一定係青少年先？就以全美一丁為例啊，以我所知，基本上嘅參賽者唔淨係限於青少年噶。所以用呢啲選秀節目嚟做例子係咪恰當呢？其次就係其實今日我哋都講咗好多選秀節目係有內定嘅情況啊，但其實有方就好似呢個嘅《好 Studio 101》系列，又或者呢個偶像學校啦，但係實有方同學係隻字不提。咁基本上就因為佢知道選秀節目係有內定嗰啲情況，佢哋否認唔到其實青少年過去參加選秀節目好多時都係陪跑。其實如果今日選秀節目內定咗嘅話，仲係咪叫做追夢呢？相反，如果我哋用呢啲時間去參加選秀節目，我哋既浪費咗學習時間，做唔到七大指標嘅學習同準備就業，亦都因為內定嘅事件令佢哋覺得基本上自己付出幾多努力都係冇用，只要有錢咪得咯，影響到佢哋嘅價值同埋道德觀。其次，有方同學就話到呢啲粉絲可能會模仿翻偶像，但係有方同學留意翻偶像，佢哋模仿偶像等於模仿選秀節目，所以有方同學唔好再問牛似聽啦。有方同學今日已經多次將偶像嘅好處歸咎於呢個選秀節目。今日選秀節目的模式其實基本上就是金錢至上，不是專門給這些粉絲去模仿他是偶像的。今日選秀節目的模式基本上就是唱歌跳舞，看這些宿舍生活。想問有同學，粉絲怎樣在這些環節裡面模仿到對象呢？何況他們模仿到的對象是不是模仿他們唱歌跳舞呢？這些技能是不是可以幫他們日後出來做事應用得到呢？如果沒有用的話，為什麼其實我們今天要用這麼多時間去參加這些選秀節目呢？選秀節目基本上拍攝時間動輒就已經需要3、4個月了，這段時間甚至可能要休學、辍學，又或者要放棄考試。所以我同學這些其實就正正窒礙了他們做這個青少年七大指標裡面的學習和準備就業咯。所以我們今天如果看選秀節目的時候，我們應該是要宏觀地看整個節目，而不是單方面看一兩個部分的內容就斷定他對這個青少年利大於弊。其實今天聽了這麼久，有方同學是對於這個支持者為了這個選秀節目消費的事是隻字不提的。事實上現在製作選秀節目的公司，除了會推出周邊產品要求觀眾付錢投票之外，還有為參加者集資的一項環節。所以想問有方同學，今天有沒有七大指標裡面有沒有東西可以透過在這個選秀節目裡面消費而做到的呢？多謝各位。方二副所用時間3分12秒，冇過時，無需扣分。剛才講了一個英文字 part， 評判著兩扣分，大家評判自己決定扣一分定扣幾多分，2分、3分咁樣。好，跟住咧請反方嘅二副。可以。丁。評判主席在座各位，就嚟到二副嘅位置，有方都係犯咗個好大錯。有方咧就強調成功只係少數，咁但係有方。我哋一副同埋主辯都已經同人講咗咧，其實喺其實有方今日好苛刻，要求咧喺咁多嘅參賽者入邊，全部都有曬利處，咁樣先至係對青少年有利處。但係我哋今日見到部分一啲落選咗嘅參賽者，就似 Era、雲浩影等等，佢哋都可以。在落選之後都有一個發展的機會給他們繼續下去。那有方是不是覺得這些例子都是少數呢？那今天有方都否認其實選秀節目是一個很好的平台，他給青少年累積經驗去發掘自己的才能，又說不會有其他的途徑，好像選秀節目那樣給青少年多一條路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那而要
審視中學嘅辯題，可以由辯題幾組關鍵字出發。第一，選修節目。有方同學今日不停指責選修節目有好多問題，咁但係我方追問，你今日俾出嚟嘅弊處，其他節目其實都可能會有嘅。咁係咪其他節目對青少年而言都係弊大於利咧？相反，我方由轉變開始論證，選修節目係可以幫助青少年完成自己夢想，就算最後不幸落敗，佢獲得嘅經驗同埋體會都係絕對係有利於佢哋嘅個人成長嘅。咁有方都反對唔到，即係質疑緊少數人成功人只係一個少數。咁但係我方主婦台上問答都舉出大量嘅例子嚟證明，係青少年可以靠選秀節目獲得機會。由此可見，對青少年而言，選秀節目絕對係利大於弊嘅。其實選秀節目從來都唔係咩新鮮事，由以往嘅美國大人秀到近年嘅全民造星，都證明選秀節目係有市場，係不停係有想要入行嘅青少年去參與嘅。咁樣因此，我方問遊方，冇咗選秀節目，到底有咩途徑可以俾青少年去實現自我咧？遊方又答唔到喎，佢點樣說服我方去贊成今日辯題咧？第二，青少年群體渴望揾到同類，揾到自己嘅集體風格，好容易模仿其他人。以上通通都係青少年喺青春期嘅心理特徵，而選秀節目正正係符合咗青少年嘅特質。第三，弊大於利。在座各位，今日雙方討論嘅一條利弊辯題，因此有方要論證辯題，唔單止要舉出選秀節目嘅弊處，而係要證明有方你口中嘅弊處係可以凌駕我方嘅利處。咁但係聽到反意嘅位置，有方都係證明唔到呢啲弊處必然係會出現，而且係不利於青少年個人成長嘅。咁相反，我方由主辯開始論證，對參加者而言，選秀節目係強調人人參與，令青少年有機會重新於娛樂行業。對青少年觀眾而言，選秀節目嘅偶像影響力大，可以令青少年去模仿佢哋嘅正面行為。因此今日辯題絕對係利大於弊。所用時間3分18秒啊，過時要扣分啦。咁啊，扣5分嘅，請評判咧喺自己嗰度抹翻啦。好，跟住落嚟咧，就係到呢個台下發問嘅環節啦。我哋先請正方嘅第一條台下發問。丁，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講到啲參賽者咁有夢想，懷住一腔熱誠，咁但係好多選秀節目都被踢爆係有內定同造假嘅成分，咁係咪代表嗰啲參賽者嘅努力都白費曬，令到佢哋夢想粉碎咧？多謝各位。1分鐘準備時間開始。丁。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代表。你可能因應剛才正方同學的講法，企前少少，個鏡頭整翻高少少咯，或者睇下企前少少會唔會好啲？你比較高喎，你個鏡頭整高啲，睇唔到你個樣子。喂，試咪。正方可唔可以？好，在座各位，等陣未開始，你都未話俾我知可以，同埋你係咪二副同學？係二副。好，可以嗎？可以。丁。在座各位，有好多謝有方嘅問題啦。有方咧就問嗱，選秀節目咧就可能會有一啲內定嘅情況有唔公平啦。咁好多謝有方嘅提問嘅。咁但係有方今日淨係舉出咗少數例子，就想否定咗成個
選秀節目呢一個行業對青少年的正面影響。有方都未盡到正方的責任，要論證閉住是可以凌駕於利處。咁呢個有方行為，有方行為做到咧？多謝各位。好，而家請反方的第一條台下發問。未得，不好意思，要熄一熄。是咪是咪，不好意思，听唔听到？可以。是咪是咪。好，可以吗？听到，听唔听到？听到，评判听到，对方听到，系咪？聽到我講嘢咁啊嚇，好可以嗎？可以啦。丁有方指正評判在位，大家好。今日有方一二號咧，一嚟就同佢講話咧，選秀節目有造假，所以今日有方反對嘅只有造假嘅選秀節目。但今日咧一個節目造假，係咪代表全部節目造假先？係咪一個學生出貓，係咪代表成個考試全部學生都出貓先？唔係啊嘛。更加重要嘅係咧，今日有方同學咧個師叔好迂腐，好上一代噶學生青少年咧唯一嘅出路咧就係升學同埋就業，其他全部都係浪費時間。因為我想做運動，我想做歌手咧，我去追求呢個夢想咧，有方眼中就係浪費時間。請問有方同學啦，如果喺你咁樣嘅觀念底下，係唔係同你眼口中嘅嗰七個七大青少年特徵入邊嘅追求理想違反咧？係咪今日除咗升學就業就冇其他出路，全部都係浪費時間？係咪今日其他靠升學以外得到夢想嘅青少年全部都係浪費時間咧？多謝各位。好，一分鐘準備時間，而家開始。叮。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代表。是咪是咪？可以嗎？好。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再次大家好啦。咁好感謝有方同學頭先問嘅問題啦。咁佢哋咧就問到咩啊？選秀節目咧，佢哋嘅本質係好好嘅喎。如果係冇咗選秀節目，會點咧？咁其實就算選秀節目佢嘅本質係好啦，但係其實我哋好但係咧其實咧唔好嘅節目其實造假嘅節目都係會佔多數嘅喎。頭先咧有方同學咧成日講到咩？我哋好少嘅例子係造假啊，但係佢哋咧亦都講咗好少嘅例子係嗰啲落選者之後仲可以成功嘅例子喎。成日都話我哋係少數例子，但係自己其實都係少數例子，仲要係迴避咗我哋嘅問題，係佢哋努力嘅白費咗喎。但係咧，頭先有方同學又問到咩訓練生係咪就係浪費時間？訓練生其實梗係唔係浪費時間啦，因為訓練生唔係造假啊嘛，佢哋係真正學緊嘢，係準備緊去出道，但係唔好似選秀節目咁，就算再努力，但係佢都係冇得出道啊嘛。多謝各位。好，56秒冇過時嘅，而家咧請正方第二次台下發問。请问，请问听唔听到？听到。
可以。丁，在座各位大家好，现时大多嘅选秀节目都系以外貌定论一个人嘅排名高低，想问咁样系咪会令青少年建立错误嘅价值观呢？发生更多我方主编所讲首尔学校用外貌去定论一切嘅状况呢？多谢各位。一分钟准备时间，丁。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答第二條睇下法文。可以。等陣，同學，你係開邊一副定係邊位？我係主邊。主邊，好，可以嗎？可以。丁，評判有方同學及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啱啱有方同學，多謝有方同學提問啦。啱啱有方同學提到就係話，一青少年我學咗節目裏邊一啲嘅錯誤價值觀，係只係以美咧為標準咧，所有嘢先好嘅。所以咧，都係學咗，好驚我哋青少年會學咗啲錯誤嘅價值觀啦。但係其實喺我方主辯，即係我其實一開頭都已經有講過話，其實青少年會學習偶像，去努力追求夢想，參與慈善活動等等。請問呢啲係咪都叫錯誤嘅價值觀咧？咁至於靚唔靚，其實我哋好多嘅節目其實都係有講到話，唔一定係要靚先至可以去節目嘅喎。其實我哋出道嗰啲基本上都係靠實力先至可以出道。如果冇實力嘅話，啲觀眾又點會投票俾佢咧？請問有方同學，你點解會覺得？點解有方同學會覺得只要唔靚就算只要靚但冇實力嘅觀眾都會投票俾佢咧？多謝各位。好，跟住咧，请反方嘅第二条台下发问。是咪是咪？听唔听到？听到。好，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好多谢有方只系反对造假嘅选秀节目，其他全部都支持。而有方话选秀节目对身形体重有限制，所以选秀节目对青少年弊多于利。但有方今日反对嘅根本唔系选秀节目，而系大众嘅审美。任何偶像明星都会有有方同学口中嘅问题，更重要嘅系咪所有选秀节目都系好似有方口中咁样咧？例如以选秀节目全民造星为例，最后成功出道嘅肥仔阿迪一样冇英俊嘅外表，一样成功出道成为艺人。反问有方点解可以一口否定所有选秀节目咧？好，三十八秒，同學，下次咧聽咗丁先至好開始啊嚇，一分鐘準備時間，丁。時間夠了，請正方派出代表。
听唔听到？请问听到？请问系咪正方二副咧？系正方二副。准备好嘛？可以嘛？可以。丁。再或者再一次大家好啦，有方同学就话我哋否认呢个嘅大众审美观啊，尝试其实我哋今日全场都只系否认紧大众审美观，唔系呢个否定呢个选秀节目。但我同学就答翻你啊，其实今日选秀节目事实上的确系就系用呢啲一定要样靓啊，又或者一定要有某达到某个身形或者某个体重。我方主编都已经讲过啦，体重要控制，身高要控制，呢啲的确系真正选秀节目做紧嘅嘢，并唔系我哋直接否认紧大众审美观。而其實有方同學今日全場都只係講咗全民造星一個例子，好，就算當你全民造星真係唔係淨係睇身材樣貌啦，你點樣肯定其他選秀節目唔係有內定，唔係有呢啲睇身形樣貌嘅情況呢？其實今日有方同學我哋要注意嘅唔係淨係單單佢入圍門檻當然已經唔夠好啦，但其實我哋更加應該要注意嘅就係成個選秀節目嘅機制問題。今日成個選秀節目基本上就係金錢至上，佢當然係要揾啲可以幫自己有利益嘅人去作為呢個參加者去幫我哋牟利啦。有方同學佢哋又點會揾啲冇才能又或者樣貌唔出眾嘅人去？好啦，時間夠啦，唔該曬。好，咁啊，而家咧係完成咗台下發問嘅環節，跟住有一分鐘嘅準備時間，然之後會係結辯嘅。而家開始，叮。時間夠，請反方的結辯同學，你是有四分鐘時間的。可以。等阵，同学你听唔到我叮咗你啊？同学你企翻直先，我俾你再开始过下，你听唔到我叮咗你，你做乜？仲搞紧乜？冇听到系叮嘅声。好，咁你你讲完可以再听住咯，可以未？可以。叮。屏幕主席有方同学，其实各位大家好，讲到选秀节目，意思最柔弱嘅系美国嘅全美一丁，最耳熟能详嘅系台湾嘅超级星光大道。選秀節目聽落同聽到一啲關係都冇，直至2018年 ，Feel TV 舉辦全民造星，接納咗100个有才華、有夢想嘅年輕人。張圖話：希望香港歌手可以成為亞洲第一。佢出現上台領獎，我就話：多謝 Viva， 多謝全民造星。如果冇咗全民造星，香港可能少咗一個男子組合。但對於呢12个而言，冇咗全民造星，夢想可能無法實現。可惜有方今日不停貶低。选秀节目嘅价值讲到一文不值咁样，但对于青少年嚟讲，选秀节目可能系实现自我嘅唯一机会。准备前场可以由以下三条问题出发：第一，选秀节目嘅原意系咩？由全民一丁到超级星光大道到全民造星，每种选秀节目嘅原意都只有一个，就系、是、希望令更多有梦想、有能力嘅年轻人实现目标。但去到有方眼中，选秀节目突然变得什么成名，不利青少年个人成长。但我方全場追問，若果冇咗選秀節目，青少年用咗咩方法可以達到目標呢？有方都冇答到，直接係有方都無法否認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嘅重要性。第二，青少年需要乜嘢？今日嘅辯題第一個關鍵字眼係青少年。呢個階段中，你同我都難免會困惑、會迷失、模仿偶像。阿對方講到唔知模仿對模仿偶像嘅才華，例如唱歌跳舞有咩用？但係唔一定模仿佢哋嘅才華先有用。可以模仿他們的態度、心態上面的積極進取，還有可以模仿他們背後付出的努力、他們的訓練，成為青少年的一個榜樣。今日台上第三，青少年對本土文化的歸屬感足不足夠？今日台上的8位辯員都是青少年，不知道大家有幾熟悉本土文化？我們經常聽廣東歌，在 Mila 未認識之前，大家可能對本土文化失去希望，甚至對香港這個地方失去希望。但選秀節目出現之後，大家坐低一齊睇電視，一齊留意香港嘅男團組合何嘗有冇進步咧？在座各位比賽嚟到尾聲，首先同大家講一個組合 ：ERA 同傳統偶像唔同，冇見咁靚仔，冇曾出現唱歌咁好靚，但全民造星落敗，但依然獲得出道機會，成為一個令人都識嘅男團組合，人氣不亞於 ERA。如果冇咗全民造星，可能全香港都冇人識佢哋三個，
但選秀節目話俾我哋知，越努力真係越幸運，越多心血加入娛樂行業，越多人實現到自己嘅夢想，何嘗唔係大家嘅樂見呢？多謝各位。反方所用時間是2分52秒，好了，跟住咧到正方的結辯啦。試麥試麥，你有4分鐘時間嘅，可以嗎？可以。叮。主席評判友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首先我哋嚟睇下友方同學成場講咗啲咩啦。首先佢哋犯咗一個好嚴重嘅錯誤啦，就係標準錯同埋定義錯啦。我方已經強調咗好多次，青少年係10至19歲，而友方同學講嘅係18至24歲，嗰個係青年啦。而佢哋嘅標準咧話咩自我實現嗰啲，其實佢哋都係針對緊青年而唔係青少年啦。呢個首先。第一個啦，第二咧就係有方同學咧就話我哋冇比較過利弊啦，但係其實我哋都講咗全場啦。有方同學話偶像嗰啲喺選秀節目入面好好啊，但我哋要宏觀咁樣睇成個節目，成個節目嘅制度、投票制度，定還是背後嘅造假，其實都好有問題，係扭曲緊青少年嘅獨價值觀啦，同埋都係影響佢哋培養獨立啦。但係有方同學又睇唔到喎，跟住咧另外咧就係、是、我哋睇下嗰啲落選嘅人，佢哋唔單止係。即使係盡咗努力，但係都追唔到自己嘅夢想之餘咧，佢哋點解唔將啲時間攞咗去讀書嘅時候，佢唔參加呢個選秀節目，咁可以更加專一咁樣發展。咁係咪呢個選秀節目係咪阻礙緊佢哋學習同埋準備就業咧？咁呢個情況之下係咪又係弊大於利咧？而我哋聽咗友方同學咁耐嘅發言咧，發現友方同學咧係好天真嘅。佢哋咧講話咩嗰啲選秀節目咧，其實全部都係談實力嘅，並唔係個睇樣貌啊、造假嗰啲咧，亦都只係好少數。但係友方同學又要睇清楚現實啦。首先，其實有啲比賽咧，佢係已經講明係話會睇樣噶啦。其次就係造假嘅新聞，其實係呢啲節目係佔大多數啦，並唔係友方同學講係少數。大家有試幻想一下，如果呢場辯論比賽就好似選秀節目咁，有方學校有錢啲嘅，就可以俾錢三位評判，叫佢哋俾多啲分啦。又或者係俾錢計時員，叫佢哋俾多10幾秒嘅發言時間有方同學。咁我方喺呢2個星期入面咧，其實無論有幾努力咁搜集資料，幾努力咁諗反駁點咧，都係冇用嘅喎，因為結果已經內定咗噶啦嘛，點都係有方台贏咗啦。但如果真係咁嘅話咧，恐怕我而家都唔會企喺呢度打緊辯論啦，而係想方設法咁樣去賺多啲錢。賺夠錢啦，之後再翻嚟攞個冠軍，因為背後嘅賽制同我講，努唔努力準備比賽，場上嘅表現係點咧，唔緊要噶，只要有錢就得噶啦。咁我應該永遠都喺度諗緊點樣賺錢啦，甚至唔係賺嘅，而係偷呃拐騙咁樣搶啲錢翻嚟。因為辯論比賽話俾我知，有錢就得噶啦，攞啲錢去賄賂個法官咁咪得咯。再次醒覺嘅時候咧，應該係監獄入面啦。不過好好彩地，辯論比賽並唔係選秀節目，唔係有錢就可以贏，而係要真真正正咁靠努力贏翻嚟。亦都教識我，只要有實力咧，就可以成功噶啦。咁我喺往後嘅比賽入面，咪會更加努力咁樣提升我方嘅水平，靠實力去獲得名譽，甚至乎係往後嘅人生都係咁。而今日講咗咁耐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嘅弊處，絕對唔係憑空想像，而係真實咁樣存在喺我身邊噶。作為一名青少年，身邊亦都有唔少嘅同學仔啊朋友，係從文睇唔同類型、唔同地區嘅選秀節目，佢哋往往都會喺呢啲節目入面揾到自己嘅偶像，通常更加係多於一個添嘅。當然我唔係話有偶像呢樣嘢唔好啦，畢竟如果係可以好似有方同學所講學習佢哋嘅優點嘅話，都係好事嚟嘅。但係事實上有幾多青少年係真係咁正面呢？相反，我身邊嘅一位朋友就因為睇選秀節目而開始追星，導致成績一落千丈，亦都成日問同學借錢。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我諗大家都好清楚啦。追星絕對係一件需要花時間、心機同錢嘅活動。佢為咗支持佢嘅偶像，每一次偶像有活動，佢都願意山長水遠去出席每一個嘅活動。每一次偶像出國之後回港，佢即使請假唔翻學啊，都要去機場接佢哋機，又要準備唔同嘅小禮物俾偶像喎。如果係有演唱會嘅話，佢更加係用盡每個法寶，用盡法寶將每一場嘅飛都搶翻嚟啦。但是大家要知道，演唱会的票呢其实一点都不便宜，最便宜都有几百甚至是过千，然而一个青少年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又怎样负担得到呢？那这个是不是影响他们的培养独立呢？多谢各位。正方结辩所用时间4分09秒，没有过时，无需扣分。现在台上比赛的环节就结束了，我们跟着下来会是评判的评语和评分时间。现在首先会有5分钟的休息的。
好，咁我哋翻翻嚟呢度啦，请大家中场休息完毕，跟住落嚟咧会系评判比评语咧，同埋我哋会宣布赛果嘅时间嘅。提一提评判咧，我哋有最佳辩论员嘅评分嘅，八位朋友里面咧，如果大家觉得边个系最理想嘅话咧，可以拣30分，排第二嘅系20分，排第三嘅系10分。另外咧提一提，头先咧正方二副嘅同学讲咗一个英文字 part 系可以评判决定够唔够分啦吓。咁啊，反方嘅二副咧系超时扣咗5分嘅，咁啊，请喺分子上面咧系抹翻低啦。咁我哋咧稍等一阵，咁啊，两队嘅同学如果都翻翻嚟嘅话咧，齐整翻咧就可以开翻你哋嘅镜头咯噃。咁两位评判一阵间我会将咧你哋个分咧系喺个 chat 嗰度咧系 send 俾你哋再确认一次嘅，唔该晒。好，咁我哋睇一睇崇祯同学，我哋等埋等多阵，佢会翻嚟系咪？嗯，唔好意思啊，各位同学唔系好舒服啊，所以应该哦唔紧要啊，咁我哋有录影嘅，佢之后可以听翻啦。好冇？介唔介意？定系你想等多一阵？可以噶，其实都唔使啦，唔该你，我哋开始就 OK 啦 ，Thank you。哦，好，唔該曬。咁嘅話咧，我哋不如首先請阿陳生，好冇？陳圖善先生俾一啲評語，好嗎？哦，好啊，好啊。大家好啊。咁呢場比賽咧，咁先講正方先啦。咁其實一開始嘅立論其實冇乜問題嘅。咁即係由青少年嘅定義，去到青少年嘅發展嘅一啲心理嘅指標啊，等等。咁但係會發現嘅係咧，其實去到開辯之後咧，其實正方一個好著重嘅論點就係在於選秀節目嘅造假，或者選秀節目唔能夠反映參賽者嘅努力，或者選秀節目嘅結果係有一啲其他唔係選秀節目參與者嘅才華嘅因素而所影響得到。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咁我個疑問就係咁點解即係選秀節目內定啊，又或者選秀節目用錢嚟到去買票啊等等呢啲嘅情況？即係似乎係冇喺個主辯嘅立論入邊出現啦。咁呢個因為主辯就其實主要就係講參賽者方面啦。咁啊參加嘅時間好長，咁然之後有啲參賽者係休學啊、辭職啊，影響學業準備啦。同埋對於支持者方面咧，就係自我形象啊、著重外表、身高體重啊，對比朋輩之間平頭品足啊、排名啊等等的影響。咁但係至於即係選秀節目嘅本質上呢、這個內定嘅呢個論點咧，咁啊似乎其實應該係早啲提會比較好，尤其係即係屬於正方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一個論點啦。咁反而就係開辯嘅一啲論點，譬如就係朋輩之間嘅一啲外表上嘅挖苦啊，或者係比較啊。咁去到其實開辯之後咧，副辯都未唔係太多嘅提到啦。咁去到台下先至再即係喺台下發問嘅環節再問翻反方，咁啊先至出現翻啦。咁另外就係正方有一個疑問咧，就係嗱你嘅開辯咧就話呢個青少年係10至19歲啦。咁然之後反方咧就話青少年咧我就冇講青少年嘅定義嘅，咁就話18至24歲咧更加係。會是有模仿他人啊、建立自我等等的特徵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咁啊見到正方其實基本上每一個辯位，甚至乎喺個結辯咧，都仲質疑緊即係反方即係對於青少年嘅定義啦。咁我疑問就係咁，其實對於正方而言，即係呢一個青少年嘅年齡界限
在今場比賽實質影響而言是否這麼大呢？即是譬如反方他可能不同或者是沒有給一個定義出來的，但是對於正方的立論其實影響不大的，即是譬如朋輩影響啊、發展指標啊、休學啊、就業啊等等，其實這些對於即是不是即是將青少年的定義擴展到24歲，對於正方的立論來說其實影響不是太大，那變成是否需要花那麼多時間去質疑反方對於青少年的定義的理解呢？這個是我覺得可以是用一些時間去在一些對於即是場比賽的發展上面比較多比較關鍵的論點上面。至於反方呢，其實可以早啲做嘅一樣嘢就係用翻正方嘅一啲發展指標啦，尤其是即係反方佢對於青少年嘅解讀咧轉變，其實最主要都係18至24歲會模仿他人，會建立自我，需要自我實現，係會追尋夢想嘅。咁呢個可以嘅。咁但係正方當正方就係不斷喺度即係以國際標準、以國際定義、以呢七大指標作為立論嘅中心嘅時候咧，其實你台下發問嘅其中一條咧都有嘅，就係、是、其實你所講嘅論點，所謂自我實現嘅途徑、實現夢想，其實呢啲都符合咗即係正方所提出七大理想嘅一啲咩建立自、尋求自我啊、獨立啊、去追求理想啊，其實呢啲嘅發展指標其實都係符合嘅。咁變咗係咪即係真係需要？變咗係有個印象，就係正方咧所講嘅嘢就係符合正方所講嘅七大指標，而反方嘅講嘅嘢咧就唔符合啦。咁變咗係，如果能夠早啲嘅階段提出，其實原來你嘅論點咧，其實都係呼應緊正方所提出嘅一啲發展指標嘅時候，咁會對於你嘅後續嘅比賽會更加有利啦。至於反方有亦都有一條問題經常問嘅就係、是、咁到底有啲乜嘢途徑可以俾到青少年去發展自我啦，去自我實現啦。咁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就算冇其他途徑都好，都唔代表係利大於弊嘅。咁因為就係、是、因為正方就係從本質上去否定選秀節目係能夠做到一個自我實現嘅途徑嘛。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面咧，亦都係小心啲啦。咁然之後其實，比較大問題嘅就係反方咧，有一個論點就係、是、可以學習偶像嘅正面行為啦。咁但係呢點我都會提到，即係正方對於呢點嘅回應嘅。咁反方嘅喺呢個論點嘅立論咧，就係、是譬如 Mira 就會出席一啲慈善活動賣曲奇，咁然之後咧呢一啲選秀節目嘅參與者咧都會可以即係灌輸到啲正面嘅形象，去追尋理想嘅形象啦。積極去即係實現自我嘅一啲正面影響啦。咁但係正方嘅我就會諗嘅就係、是，其實呢啲選秀節目係咪都會有一啲即係負面嘅例子，就係、是、有一啲不良嘅影響咧？有冇一啲即係行為不太檢點嘅選秀節目嘅參與者啊？咁呢啲係咪都係對於青少年嘅影響咧？咁其實正方喺呢方面咧，就似乎就著墨就不是太多啦。咁然之後去到講完即係雙方嘅立論之後咧，我會講少少即係雙方都即係要注意一下嘅一啲問題啦。咁譬如就係、是、到底何為少數例子咧？即係好多時候雙方都會覺得啊，其實對方所講嘅一啲選秀節目到底係咪即係能夠具足夠代表性去到去展述選秀節目本身的特徵，或者選秀節目本身的本質呢？其實我都明白，即係唔能夠，即係冇可能去講，就係話大部分的選秀節目都是去呈現到一個某一種特徵。但係其實除了舉例子之外，譬如正方你想講去選秀節目是有一個傾向係內定的，有傾向是即係唔係公平、公開、公正的時候，除了舉例子之外，其實都可以花多啲時間去解釋一下點解選秀節目會傾向有內定嘅情況咧？就係、是、譬如可能係其實選秀節目本身都係一個娛樂節目嚟嘅，都係一個電視節目嚟嘅，即係會唔會係因為為咗提高娛樂性，為咗提高呢一個即係大眾嘅討論，而係會有一啲嘅情節，會有一啲嘅甚至乎結果係會有內定咧，或者係取決於就係對於到底大眾對於邊一個即係選秀節目嘅參與者有更多嘅討論咧，又或者係對於邊一個結果能夠有
觸發到更加多嘅社會嘅討論咧？咁其實呢啲都係點解選秀節目有機會會內定，有機會唔係完全公平、公開、公正嘅原因。咁如果你能夠將你啲例子加以呢啲嘅原因解釋咧，咁會令到你嘅論點係更加即係具說服力啦。同時間咧，反方亦都係嘅，即係正方都有質疑到你，就話其實就算落選咗嘅參賽者都有機會成功的例子，其實都是屬於少數嚟嘅啫。咁其實反方除了舉例子之外，亦都可以解釋下即係點解到底有啲咩途徑係落選咗之後都係對於個參賽者有利咧？譬如就係可能曝光率多咗啊，就算唔能夠出道，都可能係以獨立的音樂人又好，或者以獨立的表演者的形式，令到更多的觀眾認識到自己，增加一個曝光，就算不贏，是不是都是對於參賽者有機會是能夠自我實現到呢？或者其實你都有講的就是就算不成功，可能確立了就是原來自己理想其實或者自己的能力是未必是在即這些選秀節目或者娛樂事業方面的時候，其實這個都是對於參賽者有利處啦。咁其實呢啲都係配以例子，再加以背後嘅原因。咁其實呢啲可以去應對到，即係對方話啊，其實你只係少數例子。如果能夠有呢方面多啲論述咧，會更加好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都係另外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到底利一啲利同埋弊係咪真係單純選秀節目嘅影響咧？譬如啦，正方會質疑反方嘅，就係其實呢啲學習偶像嘅情況係咪真係選秀節目獨立或者額外帶嚟嘅影響咧？因為其實即係正方就講到，其實學習偶像有冇選秀節目都會出現啦。咁其實然之後反方就質疑正方啦。呢啲對於參賽者啊，對於藝人評頭品足啊，評論外貌、身高、體重嘅呢啲咧，其實冇選秀節目都會出現嘅時候，咁其實當呢啲論點係即係都有住同一問題嘅時候咧，其實對於評判而言，到底點樣先能夠俾到分你咧？就係明白嘅就係其實呢啲有冇選秀節目，有只要有娛樂事業出現咧，都會出現嘅論點。問題就係你能唔能夠將即係呢啲論點解釋得到，就係選秀節目令到呢啲問題加劇啦，或者令到呢啲問題更加普遍咧。譬如其實正面影響學習偶像嘅時候，其實反方可以很簡單解釋一句，就是正正就是選秀節目製造了更加多青少年階層年齡層的偶像，所以有更加多的模仿對象，更加多即可以正面的故事例子的故事，即是反方講到的是能夠是產生到出來的時候，就是令到青少年有更加多模仿對象。譬如就是說反方質疑其實這個只不過是正方只是反對大眾的審美觀的時候，其實正方一樣都可以說正正就係選秀節目嘅本質，或者選秀節目嘅評審標準係著重呢啲嘅標準，令到大眾審美觀著重外表嘅呢個問題更加加劇。咁其實你只要係將一啲本身既有問題去連結翻選秀節目本身嘅一啲特徵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解釋得到選秀節目令到呢啲問題加劇，或者令到呢啲好處係能夠有更加大影響。咁呢啲都可以即係去解決得到就係到底呢啲影響係咪選秀節目額外帶嚟嘅咧？咁呢個問題咧，其實都可以咧，係即係用啱嘅方法去到去解決啦。咁係啦，咁我分享就係差唔多啦。咁其他嘅評論咧就交俾其他評判啦。多謝各位。開翻聲先，唔該曬陳生，我哋跟住請潘 Sir。Hello， 大家好啊！咁首先好多謝賽會啦，咁同埋都好欣賞兩組嘅同學嘅嘅辯論啦，咁樣都係我覺得都精彩嘅。咁我俾嗰個分咧，我俾個差距就其實唔係好大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叮噹碼頭一個人覺得。咁講一講兩邊嗰個一開始嗰個立論先啦。咁我係好欣賞即係正方一開始嘅嗰個立論，我覺得係。即係好清晰，因為佢俾咗個好好嘅框架，俾咗好好嘅指標，就係嗰個我唔係好 exactly 記得啦，但係就係個七大嘅準則。咁你之後即係你嘅演繹嘅時候，都係按住呢個七大嗰個框架去描述啦。咁我覺得係即係幾好嘅，即係有一個框架，有一個
即係呢個框架仲好似係官方出嘅，咁就俾我令我覺得係呢幾好喎，應該係言之有物嘅喎咁樣。咁佢嗰個主論立論就係話，令到即係呢啲選秀節目咧，就會令到啲青少年嘅發展偏離。咁佢就按翻個框架去展釋嘅，係啦。咁啊，然後分咗兩邊嚟講啦，一個就係對參加者而言，另一個咧就係對嗰班支持者，即係對嗰班受眾而言。係啦，咁啊就係話選秀節目咧，無論係睇嗰個定係參加嗰個咧，都會偏離嗰個框架咁樣。係咁啊，反方咧嗰個答法咧就係話，佢哋嗰個立論就係話，其實都唔係嘅，因為咧呢一啲嘅選秀節目咧係由下而上嘅，即係唔係即係可以俾到個平台啲參加者咧就自我實現啊，即係提升到去，即係透過啲活動啦，就可以累積啲經驗啊。提高自己嗰個發展啊，咁樣。咁第二樣嘢就係講對受眾嘅影響咧，而且都係正面嘅咁樣。啊，咁啊呢個就係兩邊嗰個主要立論，所以都係清晰嘅。咁啊，尤其是正方嗰個啦，我一開始係覺得哇，好勁喎！呢個有個好靚嘅框架喎，咁樣。咁但係之後開始，我覺得正方咧就，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咧，嗰個問題我覺得有少奇怪，話就追擊嗰個青少年嗰個準則啊，你十至24歲嗰個定義係點樣嚟㗎？咁樣咁啊，正如啱啱陳生咁講，我覺得其實青少年呢個概念咧，不嬲無論係官方啊定係教科書，其實都冇一個極統一嘅標準嘅。咁我覺得拿捏個位就唔喺嗰個年齡嗰度，因為即係你年齡其實就唔係絕對標準㗎嘛。即係可能我20歲，但係我心智極唔成熟，仲係10歲嘅智商，咁你計唔計我青少年啦？即係你唔可以，即係我覺得你哋就即係正方太執著年齡呢一樣嘢。係啊，反而我哋無論好多心理學家定係社會學家，其實講緊青少年都係從佢嗰個特徵去講，即係。例如你話心智唔成熟啊，例如佢會追求偶像啊，例如你話佢哋開始會有少少獨立思考，開始會想反叛，開始會少少對性有好奇，即係其實係用呢一啲嘅準則去講，唔係單純用年齡咯。咁所以你用年齡去追擊呢個反方，你嗰個問題方我就會俾得唔係話唔高，因為我覺得其實唔重要一個年齡，即係單用年齡呢個準則係唔重要嘅，係啦。咁啊，同埋咧，第二種即係第二個。大嘅問即係大嘅正方會追擊反方嘅，就係話嗰個造假嘅問題嘅存在係啦。咁啊，同埋佢哋喺按佢哋義父嘅展釋啊，同埋之後嗰個問答嘅環節都有話啦。造假嘅係內定嘅，係啊，係金錢包係金錢至上咁包裝咧，咁有造假嘅，而且甚至講咗句就係話造假咧係多數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其實。我個人覺得有少少過度嘅推論嘅，因為我自己即係上網去揾啊，即係我都好奇咁樣上，我即刻就打呢啲選秀跟住造假，其實個例子咧係少嘅，係得一個定唔知兩個嘅啫，就係韓國嗰個節目嗰個好似叫做 Produce 唔知後邊係 X 定係101定係乜嘢啦，總之就係有一個節目咧就係有造假嘅，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孤例嚟嘅，其實呢個孤例嚟嘅，仲要最另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唔止一個孤例啦，仲要其實嗰個嘅。冇後續噶啦，即係個後續嘅就係呢個狀況冇再繼續噶啦，因為官方係有介入嘅，嗰啲嘅製作人後屘係判咗去坐監嘅，定唔知係要罰款，總之就冇咗呢種叫造假嘅情況噶啦。咁所以你哋話呢個其實造假係多數嘅，咁我係一個好大嘅質疑嘅，即係就會懷疑其實你嗰個資料個蒐集係點樣嘅咧？點解你會論證到佢係多數，而且你又冇提出啲例子嘅喎咁樣？咁不過遺憾，即係我都覺得啲遺憾就係反方咧，其實你冇就住呢樣嘢去追擊嘅，係啊，你冇去講嘅。即係你有得去晾咗呢樣嘢出嚟，其實如果你食住佢上咧，其實對方係會啞咗嘅，係啊，咁但係你冇咁做到。咁啊，同埋咧，反方有一個嗰個一副，我覺得幾好嘅就係咧，佢就用咗一個台灣嘅一個研究，係啊，你就話咧就係其實參加呢啲咁嘅節目咧，對嗰個參加者係嘅成長有影響㗎咁樣。呢個問題咧，呢個舉動我覺得係幾好，因為其實呢條問題話對青少年嘅影響係弊多於利或者利多於弊咁樣啦。其實冇一個好客觀嘅標準嘅，因為我哋冇可能有一個好科學化嘅數據就話喂有 90% 嘅人咧睇完呢啲節目咧，跟住嘅成長就會好咗啦咁。你成長好咗，呢啲 terms 就好概念化噶嘛，係好概念性嘅。咁所以唯有可以論證嘅嘢咧，就係話啊，原來某某研究講過，某某心理學家有講過。咁所以反方嗰個一副咧，你講咗某個心理學家啊，雖然我唔會考證呢個心理學家講嘢到底係吹水定點，我都唔會深究佢嗰個研究嘅方法啦。但係你有呢個意識去話啊，原來有個咁嘅研究就論證咗係對成長有影係好㗎。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嘅。咁同埋都會講到一樣嘢，就係對啲受眾嚟講係會提供到一種。你話係正能量咁樣，我都覺得係成立嘅咁樣。咁同埋咧，反方咧，
去翻個問答環節，問咗一條問題，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佢咧就即係你哋喺應該係第一條問題嘅時候就即係以子矛攻子之盾啦。因為正方而家講咗一個所謂嘅七大嗰個發展嗰、那個嗰、那個框架啦，即係發展即係有個目標嘅咁樣。然後咧反方有個嗰、那個、一問咧就問咗好個問題，就係話喂，你覺得唔通你就係認為只有升學一條路先至係唯一的方法咩？嗰度嗰個咩七大準則明明話唔係嘅喎，即係追逐理想嗰啲成喎。咁啊，所以呢條問題我覺得好好嘅，因為你成功咁樣運用到對方嘅嗰、那個準則去，然後再攻擊翻佢。咁呢個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好嘅，即係有個好好意識嘅，即係話正即係你論證緊對方其實係矛盾嘅咁樣。咁其實呢個問題係好問題嚟嘅，但係我覺得如果你係一副或者二副嘅時候都早啲咁樣用咧，就好好多啦。即係成件事就會再即係個攻擊性會強好多，個火花都會大啲。咁同埋問完呢個問題之後咧，正方其實係冇正面回應到嘅，佢只係繼續重申就係話啊，其實造假都係多數。咁所以呢度我又會喺正方嗰度即係叫弱，即係叫扣分，因為你其實我認為你冇真係回應到嗰條問題嘅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嘅。即係從內容上就係咁啦，係啦。咁如果喺嗰個演繹上咧，即係正方嘅主辯啦。雖然我話你嗰個稿好好啦，因為有個框架咧，但我覺得你有啲少少咬字唔係好清晰，尤其是嗰啲數字，我覺得你好似黐埋一齊，黏連一齊咁樣講嘅。咁我聽得有少少辛苦，係啦。咁啊，大致係咁樣咯，係啦。咁其他同學啲咬字都我覺得都幾好嘅，係啦。咁啊，係呢一樣呢度幾樣嘢咯，係啦。唔該曬。好，多謝潘 Sir。 咁最後咧，我俾翻一啲嘅意見啦。今日咧，我首先從正方作為一個正方同反方作為一個反方喺呢兩個站方嘅角色上邊咧，俾少少意見啦。呢條題目咧，我頭先第一場都講咧，正方係好難打嘅，理由係複雜。淨係講咧選秀節目同埋青少年咧，本身先唔好講青少年幾多歲啦嚇，佢實際上咧喺選秀節目同參賽方面咧係有兩種唔同嘅角色嘅。咁所以究竟弊大於你所講緊嘅咧，係針對參賽嘅青少年啦，定係淨係純粹追節目嘅青少年咧？呢一樣本身係困難嘅。咁我見到無論係呢一場定係上一場咧，同學都係決定模糊咗過去就算噶啦。但其實咧，呢一種嘅定義嘅困難咧，反方反而咧又冇刻意去攞嚟做一個反應喎。因為其實今日正方有好多位係好難打嘅，咁如果咧反方係發揮得好嘅話咧，其實係可以優勢會大好多。除咗頭先講青少年點樣 definition 啦嚇，跟住嗰個選秀節目點樣做 definition 啦，其實咧整體嚟講係需要有一個凌駕嘅價值。去討論你才可以推論到弊大於利的，因為你講得弊大於利呢，咁我哋而家唔係講緊數銀仔或者點啊，利處咧有10克嚇，弊處有15克咁樣磅重咁樣去磅弊大於利噶嘛，咁亦都唔會講緊例子噶嘛，因為大家應該都明白咧，喺呢個選秀嘅世界裡面咧，都唔知有幾多千千萬萬嘅例子，你冇可能咧係用呢種方法係打全清嘅，咁所以咧又唔可以例子啦，又唔可以用其他方法啦，咁所以其實嗰個難度就係在於正方咧要度到一條橋或者度到一個準則係要有普遍性嘅。無論是選秀節目的普遍性定是青少年的普遍性，甚至兩樣啦。那我會覺得呢，今天其實在這一方面呢，正方是做得很好的、哦、他開辯那條 line 呢是有些複雜，但 是結構非常清晰，邏輯都很嚴謹的。那而且呢，你們是不單止只是就這樣講了青少年有什麼特質，那選秀節目有什麼特質就算了。你最難最難的地方我覺得就是你可以將選秀的特質對青少年的影響呢不單止解釋得清楚，而且在 present 的時候呢，你會可以很precise 很精準地告訴我，你現在是講緊個關係，而不是純粹講青少年又怎樣、或者選秀節目又怎樣。那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presentation 嚟嘅，但我會覺得可惜嘅咧，就係一條咁靚嘅 line 咧，去到後邊咧，同學可能唔係好消化到，因為由一副打後咧，你會發現同學咧就甩地啦，都甩得幾勁嚇，即係會開始打散 point 啦，會開始同反方一樣出現cherry picking 嘅謬誤啦，即係話淨係揀啲自己啱聽嘅例子攞嚟講啦。嗱，我會覺得咧，其實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咧，你正方又好，反方又好啦，你定立你嘅標準嘅時候咧，唔係企喺一個正方同反方嘅
角度去作個標準嚇，嚟到有利自己就算，唔係咁樣。我哋 suppose 應該要定一個咧，唔理正唔理反，相對嚟講咧都係比較有意義嘅標準，跟住我哋先至 argue， OK under 呢個標準咧，正方就好啲，或者反方係好啲。咁當然喺實際嘅操作上面咧，你會知道標準都有好多種方法，你最後就係目的就要度一個標準相對中立，但係 elaborate 落去咧係對你哋自己站方有利啦。咁我覺得今日個問題就係標準就有啦 ，elaborate 就唔得啦 ，support 唔到啦。無論在內容上以至於表達上，去到後來呢有個別同學呢心血來潮會懂得說回，你現在說這些東西就沒有違反到我們的標準，還是跟著我們的標準其實就怎樣怎樣，但是並不是一個呢很structural的形式去 present 的，就真的心血來潮突然之間醒兩句那種而已。所以我會覺得呢條拉是漂亮，同學仔就未 pick up 得好啦。那反過來呢，我會覺得反方作為一個反方，今天你可以做的位置有很多，雖然你們條拉相對是簡單一點，但是作為反方拉簡單是應該的，我覺得如果你發揮不到你反方的作用。但我會反而覺得今天反方不理想的地方就是沒有做到咬實正方的論點或者標準來到去證明他錯的這個舉動咯。其實這條辯題你想做利大於弊又得，你想做利弊難以比較又得，你想做 OK it depends 睇下咩情況啦，咁又得。咁但係咧唔係好清楚你哋今日嘅立場係乜嘢嘢，因為呢樣嘢唔清楚，引致你到最後你都唔知道想咬佢邊個位置。你究竟係想話喂正方我講咗好多利處啦，我發現好多利處，你認定唔認先？只要你認我呢啲利處係利處，咁你就請你解釋點解我啲利處咧？为什么你的弊处呢是必然重要过或者严重过我讲的利处呢？你讲不出这个推论，那你们正方就输了，因为你正立不到辩题。但是呢今天反方呢就只是停留了在不停地怼一些利处出来，但没办法话到给我们知道，我知道有利处啊，那怎么呢？你可以同样有利处仍然是输比赛的嘛，因为今天反方的题目不是说只弊不利，是讲弊大于利嘛。虽然今天正方其实呢除了一条拉之外都没什么怎样 follow 过有什么利处，但是理论上你反方斋掉利处是不足以赢到场比赛的。我会知道你们其实是明白的这件事，但可能在 present 的时候呢没有考虑到这个这样的想法出来。另外呢就是因为正方今天条拉都挺周密啦，所以我相信反方呢咬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难的。再加上呢同学整体的 presentation 我会觉得相对比较散乱， structure 没那么好，是倾向于想到什么就搏什么这样的情况，没有捉到你们自己真正反方条拉可以赢的位置在哪，跟着就掠下去。咁如果最好嘅理想嘅情況係點咧？嗱難㗎嚇，呢個好高層次㗎，就係例如你甚至咧係 pick up 正方嘅標準，跟住食咗佢。我認曬你所有標準，你全部都啱啊，不過你證明唔到弊大於利。即係如果咁樣咧，就係一種 landslide 式嘅，即係點啊？山泥傾瀉式咁樣就可以贏到場比賽咯。所以我覺得今日反方未發揮到反方自己嘅優勢，同學亦都presentation 上面咧未夠理想。咁例子同樣係 cherry picking 啦，咁呢個我都可以理解嘅。咁其實 cherry picking 又唔係問題嚟嘅，因為反方理論上 pick 到個 cherry 咧就可以證明題目唔成立噶啦。不過你哋冇好好咁樣利用呢種嘅情況啦。咁至於咧頭先評判都有講到咧嗰個年齡嘅問題咧，嗱其實我覺得正方咧你想笑佢話佢 pick up 喂你個年齡啊搞錯咗啊，你都唔知係邊度嚟嘅呢啲嚇來源，我覺得玩一次係 OK 嘅。玩一次的话你可以是一种取笑的形式，轻轻提示评判啊，这班反方的同学都不是那么小心波这样。但是当你重复这样玩就是一种可能的，就是你认为你这个反驳呢是主线来的，是重点来的，是全场最重要的。啊，你回想一下正方同学除了这个反驳有哪一个反驳你是不停重复的，我就只是听到这个反驳。如果这样的时候，难道这个反驳是你全场所有的 rebuttal 里面最重要吗？如果你这样理解都不紧要，但是你要告诉我知道年龄上差几年关条题目什么事呢？是不是因为年龄上差几年所以你们本身主线讲的青少年特质就不存在呢在反方心目中，还是做什么呢？就是你除了指出他有问题之外，你要告诉我知道他有问题，那关个题目和关证明他的 error 有什么问题嘛。我觉得这里未做得最理想。最后我提一样东西，就是其实今天的台下发问的环节我个人觉得水准是很高的。
兩邊都是。咁而且咧，從主線嘅角度咧，提水提得好好嘅，即係題台上，我覺得比較可惜咧，就係兩邊嘅結辯咧，可能經驗唔夠，就有少少浪費咗咧喺台下環節掉出嚟嗰啲叉燒，即係明明咧提咗水啊，你應該咧喺結辯嘅時候就 pick up 翻佢，你就會知道，因為其實喺台下環節咧，你已經知道你問緊咩問題，首先你會知道自己嗰隊可以點樣問問題先問得辣，即係參考一下用咩字眼問咩位，同埋咧。透過你看看對手答不答到你的問題，你就知道那個 point 問得重不重嘛。如果他台下都答不到，你在結辯掉出來，那就更加令到對方即束手無策，是不是？所以我會覺得呢，平時呢我不會特別講的，因為平時的台下都很普通的，但今天呢兩邊的台下都很好，我會覺得有一點可惜，哪一個 pick up 得好一點，最後的結辯的分數會高一點，這個是我所有的意見。我現在就是宣布賽果的，今日呢一場比賽咧，辯題係選秀節目對青少年影響弊大於利。正方聖公會女明才中學，反方崇真書院。先宣布最佳辯論員，最佳辯論員係正方主辯邱思偉同學，恭喜曬。跟住咧，賽果就係2-1聖公會女明才中學勝出嘅，恭喜你。